接下来我们将演唱一首歌曲，代表了中日之间的友谊。今天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我们碰到了一件很感人的事情。正当我们找很多人学日文歌都找不到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群马县的游览马车，有两个爷爷驾驶着马车热情地招呼我们上了车。当时我们一路在嘀咕他一定是要收我们的钱，后来老爷爷不但带我们到了桥边教了我们的歌，而且没有收我们的钱。我们好感动啊，好实惠的。我们从老爷爷那儿学会了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将用日文和中文来为大家演唱这首代表了中日友谊的歌曲《北国之春》，请欣赏。那就是中日友谊万岁！接下来呢，就由老爷爷来做我们的裁判了，由他决定哪一队获胜可以吃大餐，哪一队只能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着。日本と中国の言葉が入ってあ、因为两中国跟那个中文跟日文两个你们有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他觉得这个比较好。那我们输，等一下，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败在哪？其他的チームは帰るだけ。啊，他说你们输什么？